大家好，我是苏伟达，守备位置一垒手，然后我现在来自台北市城邦队。我今天测试，比赛轻而已，我没有说什么太大压力，就还可以。大家好，我叫朱玉贤，我的守备位置是内野一垒手，然后我现在目前在国训职棒，还是期待去职棒，因为毕竟从小打球打到现在，就是目标也是职棒。就如果你没有去挑战看看，这样就放弃，我觉得以后说不定回想起来还是会有点遗憾。所以还是讲趁年轻可以拼的时候就进去拼。大家好，我叫林丹胜，然后我目前效力新北市，然后最快球速144，就是本来自己没有很大的期待想要说来挑战，然后可是家人一直鼓励我说再来试试看，然后就自己就是觉得就没有什么压力，想说尽力就好，然后就成绩还不错。那对职棒有什么期待？期待哦，就还好哎，只要有被选到就很开心。对。